Kiko， 你有觉得摇摇晃晃的吗？没有哎，妹，你是在玩海盗船吗？不是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荡秋千。啊，也不是。秘密国王，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是天生爱美，觉得这世界什么都美，美到我想唱歌，美，的可爱美美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努力用功、想法多多、说话 Kiki Coco 的美少女 Kiko。美，美，哇！Kiko， 你有叫我吗？有啊，你从刚刚就一直摇摇晃晃的，你怎么啦？被你这么一叫，好像不摇了耶。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Kiko， 昨天晚上不是有地震吗？我们家住在25楼，所以地震过后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一直在摇摇晃晃的，所以我睡觉在摇，起床也在摇，刚刚我走路还这样摇摇晃晃的。哎呀，美，你这好像不是地震造成的耶，会不会是身体出了问题啊？美，我觉得你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才好耶。哎，有讯息来喽！秘密国王，请问为什么会有地震呢？秘密国王，可爱的小朋友问你，为什么会有地震呢 ？Kiko， 这个问题问我就对了。等等，秘密国王还有 Kiko，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让小朋友一起来想一想哦。小朋友，你们有遇过地震吗？哇，你们声音好大哦！那你们遇到地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？摇摇晃晃，摇摇晃晃的。那你们家里的物品会怎么样吗？哇，听起来很危险呢。真的？那你们知道，如果遇到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吗？我们要怎么做？我在车子下。那我来考考你们哦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地震吗？不知道会不会是有人一直在敲地板啊？会吗？不是吗？不是。那会不会是有人跑步跑得太大力了？有吗？啊，还是你们一直玩跳绳，所以才有地震啊？是吗？不可能。报告秘密国王，小朋友看来对地震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哦，请国王参考一下 ，Kiko。很好，谢谢你们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已经搜集了一些资讯哦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念个咒语吧。迷迷国，迷迷王，看看谁会来帮忙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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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是谁？怎么又是你？整天在这里哒哒哒哒哒，咚咚咚咚咚的，吵得我牛魔王不得安宁啊！哈，原来是你牛魔王啊！哎，你刚刚出现的时候，整个地这样摇晃震动起来的。啊，原来啊，这个地震也是牛魔王你害的，对吧？哈，没想到我厉害吧？难道
你地震的时候没有听人家说过地牛翻身吗？哈，所以刚刚地震造成这个马路裂掉，也是牛魔王你害的哈？没错，承认就好。来，那你负责把马路给修好。啊？哪有叫牛魔王来修马路的？哎，不然嘞，这地震谁弄的，马路谁弄坏的，就谁修啊？哎，明明就是你在那边哒哒哒哒哒造成地震的，是你牛魔王在那边地牛翻身的，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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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挖路，是你，是你啊，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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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红的番茄，可爱的笑脸，绿绿的菠菜，卷发早新美。大家好了，我是那最年轻的香蕉爷爷，爷爷我种的蔬菜水果都是一级棒的哦。不过我最近那个菜园有点不平静啊，因为那个地会这样摇来摇去哦，那里面的菜都被偷吃光光呢。我现在就要去把凶手找出来，说走就走 ，Go！ 黄黄的玉米，最爱抹香水，紫紫的茄子，装扮真高贵。叽叽叽叽，一二三四，哎，我数到几啦？一二。三七八，哎呦，香蕉爷爷种的蔬果实在是太多了啦，又数错了。慢慢数啊，你这样子慢慢的数，要数到哪一天呢？嘿，洛洛鼠说的没有错，香蕉爷爷的菜园是吃都吃不完呐，数都数不完的，耶，开心开心。我们趁香蕉爷爷还没有回来之前，我们把蔬菜全部翻光光，耶，开心开心！哈哈，谁说我还没到？早就在这边等你们了。看我的香蕉滋滋锤！鼠辈们，小心啊！我锤，我躲，我再锤，我蹲。最后一锤！慢慢数，小心啊！秀蛋姐，香蕉爷爷，你看你都把地打坏了啦！对啊对啊，你这样锤，这样敲，地震该不会就是你造成的吧？是我的香蕉滋滋锤造成地震的吗？就是你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让大家很紧张，地震会来哦，你们一定吓很大一跳哦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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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 ，Go Go Go Go！ Hello， 人家鼠溜走就算了，菜也给我搬光光哦。美美美，怎么觉得看完怪怪的啊？他说地底下会有牛魔王。可是我们常常搭的捷运也在地底下啊，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一头牛。嗯，对啊，还有那个农夫打地鼠也是啊。你们想想看哦，这个农夫要用多大的力气才有办法打到昏天摇地动的？所以我觉得咪咪国王，你在开玩笑哦。这个，哈哈哈。哦，如果是牛魔王的话，那我们来做个实验。小朋友，我们变成牛魔王，咻，长到牛魔王的脚脚，然后呢，我们睡觉。好，我们往右边倒一倒，往右边倒一倒，往左边倒一倒，右边倒，左边倒。哎，哦，小朋友，你们有觉得有地震吗？有吗？没有。那小朋友，刚才呢，咪咪国王有说，有可能呢是农夫打地鼠所造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来玩打地鼠的游戏。你们现在呢都变成小地鼠哦，小地鼠要小心，不要被锤子锤到哦。小心哦。来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哇，好好玩哦。
小朋友，你们刚才有感觉到地震的感觉吗？没有。没有？没有吗？完全没有吗？哦，两个都没有感觉到地震哎，所以报告咪咪国王，小朋友跟我们都觉得这两个答案都不对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你们越来越会独立思考咯，小朋友也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咯。嗯，咪咪国王，你常常这样捉弄我们，我们早就学会灵活思考了。关于地震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，嗨，我们是没事就没事，一有事就暴走的地壳板块兄弟。哈哈哈，大家所关心的地震，其实就是我们地壳板块移动所引发的哦。哦，还好哦，那个地震不是我打地鼠引起的哎。哎，可是你们那个地壳板块兄弟啊，为什么要那种暴走哈？其实不止我们，像是遇到火山爆发，或者是巨大陨石撞击，或是地壳板块移动，都会形成地震哦。没错，你们常遇到的地震，大都是我们地壳板块兄弟移动所造成的哦。哈哈，除了我们板块兄弟，还有很多的板块哦，一块一块板块拼在一起，就像是拼图一样呢。哎，那我有问题耶。那每次遇到地震，那个摇晃都不太一样，有的会这样上下，有的会这样左右，有的会这样前后，哦，很吓人呢。那是因为啊，我们有不同的移动方式哦。首先第一个，聚合型板块冰界，哦，像这样子，哦，就是两个板块互相这样推来推去，挤来挤去。还有错动型板块边界，哦，像这个样子，哦，就是两个板块交错移动，移过来移过去，移过来移过去。还有第三个是分离式板块边界，像这样子，哦，就是两个板块一直向外拉扯，拼命想要分开，这就是我们移动的方式。原来是这样哦，那如果那个地震发生在海上呢？威力一样很惊人哦，会造成海水剧烈震荡，还会造成巨浪呢。嗯，如果高达数公尺的海浪冲向海岸，就会造成海啸哦。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。哎，我，哦，动作太大，真的很可怕，很危险呢。你们板块兄弟呀，还是这样静静的、乖乖的，不要暴走啦。哦，你们还是沉睡，沉睡，沉睡吧。睡着不要乱动，小小震动释放一下能量。哦，动作不要太大，很好。睡着吧，哦，终于不动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哎！地球看起来像一颗圆圆的球，没想到是由一块一块的板块拼起来的，真的好神奇哦 ，so magic！ 哦，原来板块会因为地理现象，像是火山爆发或是陨石撞击而移动哦，真的是太酷了 ，Kiko。是吧？在大自然的面前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渺小呢？对呀，地震有大有小，有的没有感觉，有的却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哦。嗯，所以小朋友，我们发生地震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三个步骤哦，那就是趴、沿、稳。趴就是趴下，遇到地震的时候要赶快趴下，然后用手保护你的头还有脖子。嗯，掩呢就是掩护，当我们趴下之后呢，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自己哦，像是桌子底下。稳就是稳住，我们要稳稳的躲在掩护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躲在桌子底下，就要稳稳的抓住桌角，让桌子可以稳稳的保护我们呢。没错，小朋友，
地震的时候，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保护自己的三步骤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太好了，今天聪明的小朋友真是知识加一，聪明加一，太开心了！开心的话就一起来唱歌跳舞喽！耶！耶！一起来跳舞喽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大家我们看一下前面，注意安全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注意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是趴手手保护头部，好，先保护头部。好，第二个呢是眼，我们呢要找到可以保护自己的地方，例如桌子底下，还有一张桌子，这里有桌子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好，那也要看好前面发生。我看一下前面。好，第三个就是稳住我们桌角，哇，你们做得很棒耶！现在安全了，一起来跳舞吧！Go！哇！地震要注意安全，一起 say yes， yes。